记者李新荣综合报道。邱浩奇杀青必胜大丈夫后，马不停蹄进入下一个剧组。新25日，他在成品巧遇因我们与恶的距离受到高度讨论的谢琼暖，才刚开启话题，他竟一句话就把场面搞僵。邱浩奇巧遇谢琼暖，图翻摄自 Facebook。 邱浩奇在脸书 PO 出和谢琼暖合照，谢琼暖热情地跟他打了招呼，并问他买了些什么书。正当话题刚开启，邱浩奇却回一本广义演化论和一本斯多嘎学派的论述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谢琼暖顿时不知道该回什么，仅说你忙，就先行离开。邱浩奇笑说，显然我的书单把场面搞冷了，深感抱歉。邱浩奇是演艺圈高材生，图翻摄自 Facebook。 邱浩奇是长庚大学职能治疗系毕业，不仅有高学历，他还曾是王力宏、萧亚轩演唱会的舞者。上一档电视剧《必胜大丈夫》杀青场，他也在片场大秀舞蹈，和林云熙互动自然，被不少粉丝敲碗希望他们在一起。近来他忙拍下一部戏，据悉是大陆电影，在台湾取景。谢琼暖也是同剧演员，相当令人期待。邱浩奇正在拍摄新戏，图翻摄自 Facebook。 邱浩奇来自布洛克阿兹会。